我跟玛丽先分期付款，把幼稚园买下来了。我也不去上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过了，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还是单纯的适合我。孟承恩应该很生气吧？ 没看他那么生气过。我原本已经打算跟玛丽开开心心的经营幼稚园，没想到。我虽然平常都会骂大梦。 但在我心里面，他早就像我兄弟一样了。可他出事，我也很难过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全逃离这里，去报警，让害他们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挺住，要坚强，知道吗？ 如果你知道自己快死了，你会想做什么事啊？保护你啊，直到你安全离开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一定不要告诉阿嬷，她年纪很大了，我怕她承受不住。哎，都这种时候了。 想把他正面一点啊，不要再想这些了，好不好？夏姐，如果我真的怎么样，你真的不要告诉阿妈。你跟她说我去上海工作了，跟她说我那边工作真的还忙很忙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回来看她。你帮我写信给她，每个月帮我写信给她，让她以为我过得很好。